说课本要全部带走啊，就是搬不走我们就开始塞。哎，怎么样？有哦，什么鬼？都不是我的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谁是铅笔？好像有点印象。平乐，我看一下是谁的。没有名字，你知道他们塞这些东西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塞这些东西。都没有人觉得十二年还有三个朋友是一件奇迹吗？地震都没掉下来耶，藏在那里120年都不会被发现吧？可能是他们这边的员工。好恶啊！青蛙，超有道啊！青蛙，青蛙。你把快乐建筑在他的痛苦上。他用下巴试死他胖。如果是我，应该会哭出来。你俩是买鸡的、哦。当你踏鸡的朋友生日，那你要接他哪里啊？好恶哦、喔！好，真的很不舒服。好恶哦、喔！浪成，你有什么感想？快点啊！跟讲，当有你的生日蛋糕，好恶、喔！你要切蛋糕，好恶、喔！浪成看起来一点都不快乐。来，第一个愿望，我给。愿望，希望以后我生日不要有人送我鸡的蛋糕。